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各位有看到吗？连续三天，所以连续三天买买买，正在收看的会员，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会员，你是我的客户，你不管住哪里，你住境内住境外都一样。我现在讲连续三天这两档股票，如果没有买买买，所以买买就是连续三天都是买，你来找我，你甚至可以把你电视砸掉，电视我帮你出。如果我有说谎，这三天没有买买买，你来找我。那如果有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以下我现在要讲的全部叫事实，百分之百事实，百分之百的操作。那你看到这个一定是正确的。富贵者联盟，包括康控，康控我不知道你在，我怕你不知道他做什么的，所以我特别写一下康控防水。我写的这个有不一样，所以会所有的会员都可以来找我。那如果是真的，我好久好久没有播掌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种感觉好棒哦，那种盘中，你知道那种什么感觉吗？而且我都不是在盘中去追哦。欢迎朋友，你再来收看。我带你买富贵者联盟，哪一次有带你追到高，或者是说已经冲上去，快涨停才叫你去追，或者是已经达到最高我才叫你去追，一样可以来找我。我是不是都在平盘？平盘以下。那如果是真的，那我要先谢谢我所有的全国的会员朋友。我谢谢你们那么支持我，所以请导播给我会员朋友一段掌声。如果我现在讲的都是事实，代表于老师很用衷，很热心，很热衷在股票这个区块，一样啊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每天真的很花很多时间，而且我跟你讲了很多内容，我跟你讲了很多内容，都是我在节目上有预告，甚至我给你的资讯，我给各位的资讯也是最丰富最多的。那如果真的很用功很努力，我也希望给自己一段掌声，所以请导播给我一段掌声。你现在看到绝对不是在张扬或者是什么，而是代表一个老师的诚信。你看我的眼神，如果你老师跟我一样有这些股票，如果您的老师跟我一样有这些股票，如果连续三天都是买哦，你不能只有买一次哦，你不可以只有一个会员有买而已哦，你可以来跟我比比看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股票，这张股票是上上个礼拜，为什么我要说上上礼拜？上上礼拜我讲这一档股票，我说我跟我的会员朋友讲这一档股票，上上礼拜这一档股票，我想你不陌生哦。殖利率第一名，这边我们先什么？先拔档一次，拔档。上个礼拜我又挑了另外一档殖利率，也是第一名，这一段我第一名，涨幅第一名。卖出才有钱啊，同学，卖出才有钱啊，没有卖哪来的钱买下一档？是不是先卖了一趟？买哪一档？是不是带你买润龙？是不是带你买润龙？这三天，那我有没有跟你讲抢钱要快，抢钱要快？那请问正在收看的会员朋友，有没有拉上来这一天？看清楚，绝对没有看错，就是3月23号。3月23号，如果没有在这一天。没有在这边高点先叫你先拔档先出，已经超过20%，
已经3天20%，如果没有叫你先出，你来找我，如果没有出，没有出，没有出，你怎么买富贵者联盟？没有出，你怎么买康控？所以我是全市场第一 ，Number One。而且我说过了，你要跟我比，请你拿出你的扣讯，而且要大胆的在节目上跟会员朋友们告知说，你这三天，你这三天做了什么好事？你这三天有没有带会员朋友去买买买？那如果说你更厉害的，更厉害的是要像我这样高段班的更厉害。什么叫更厉害？我先让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字卡，我说过了哈，会员朋友你可以检视于老师哈，你可以检视我，我们有没有，我们有没有在这边1、2、3超过20%，帅不帅？先出，没有出的都可以来找我，任何一个，只要我于老师现在说谎，你马上冲来公司找我，哦，你马上来公司找我，我等你哈，我等你哈，我没有出，我怎么买新的？那我是不是在电视上节目告知说，这档股票是我曾经做过它，我说外资投信同步是大买，当时我在1月19号公开推荐，公开推荐叫没有遮牌没有盖牌，公开推荐38%好像很厉害，65%好像很厉害，我说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说我找到一档股票类似外资投信同步大买，而且在什么，在只是刚刚在这种位置，在这种位置，所以我们说要买一档叫富贵者联盟，所以我说我有一档股票，这一档股票叫全球第一大，我当时我给你看的就是这张字卡，投信外资同步大买，我说他们好像知道什么哎，那郑军，郑军是谁？郑军都洗过啊，郑军好像也知道呢，全球第一大呢。那我有没有跟你讲这个区间？我说这2、3个月当中，这个幅度不大，只有3%到5%。那只有到3%到5%，那为什么投信外资一直买一直买？那我有没有跟你讲说，那这不是进货，那这叫什么？那我有没有跟你讲7月要开始要新增这些叫新产品？它本身就是全球第一大。那我也跟你讲了，我说我很厚道，我非常的厚道，我非常的厚道。我有没有跟你看过这张字卡？有。那我们来看这个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？我说连这个我都给你，图片都给你看过了，连这个也给你看过了，有没有？我有没有跟你讲大户占比78%，有27个人，有94000张，有没有看过这一张？没有看过这一张，没有看过这一张，来找我。没有看过这个字卡，你也来找我。没有预告这张字卡，所有任何电视机观众的朋友，你都可以来找我。那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我说我厚不厚道？同学，代号只有4个数字，代号只有4个数字，我这个让你看到5跟0。那这一张字卡来，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好了。好，这边有3跟6，啊，这边有5跟0，这个是5跟0，这个是3跟6。好，给我全图。那这样猜不到吗？这样猜不到，这样猜不到。4个数字哎，让小朋友都知道这是哪一档股票，连代号都给你暗示的这么清楚。不是我怕你猜错，我怕你不知道哪一档股票。所以在没有涨之前，我说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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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找我。如果你有来找我，那这就是你的。而且我们是有扣讯，我们是有扣讯。323你有来，323我卖了润荣，我买这一档股票。你看一下今天，买买买，正在收看的会员，这是今天，大盘今天大家惊到要死哦，不用放大哈，今天大家吓得要死，今天很多股票吓得你屁股尿流，有没有？跌得跟什么鬼一样的？你看我们的股票，你看我们的股票，你看我手头上的股票，跌就是买，跌就是买，跌就是买。连续3天，正在收看的会员朋友，如果不是连续3天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档股票叫富贵者联盟。昨天还跟你比这两个字，它的名字，这两个字你还看不懂？
如果我现在讲的，我说连续三天都买，如果我讲谎话，所有的会员朋友，请你看清楚，卖比较正来正去哈，只要我说谎，只要是不实是假的，我退你3000倍会费，我退你3000倍会费，我退你3000倍的会费。那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还在问这种问题，那你就可以转台了，表示你不认识于老师。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，如果这三天，你看清楚哦，三天价差不多啦，不多。在昨天，我先让你看一下昨天，昨天2天13.5块，代表一张，你买一张可以赚13500，买10张你可以赚130000。卖高高你买不起哦，不要跟我讲你买不起哦。但是如果你这三天照我的扣讯，如果你这三天都是照我的扣讯，你自己看清楚，礼拜五7.5块，昨天8.5块，今天比较少，今天只有5.5块。如果你都是各买一张一张一张，你各买一张一张一张，你绝对超过13.5块，你绝对超过13.5块。如果你都照我的这个方式去买，买十张买十张买十张，你都各买十张，你自己算，你自己算，你算你可以赚多少钱？那如果我没有连续三天都叫你买，没有废话，退你3000倍会费。你现在可以录影存证，你可以录影存证，你把它录下来，你缴多少我就退你多少，这叫实力啊。那你昨天有听我讲这档叫康控吧？有吗？有没有？昨天我没有跟你讲，我还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开始，其实我现在请一批，其实这批人很厉害，因为这批人专门帮我做这件事情。我这个团队是新成立的，我必须讲实话，这两档股票全中，而且是大中。什么叫大中？大摊啊，大摊啊。来，高价 VIP， 如果你喜欢做高价的，你来找我。高价 VIP 就只有做100块钱以上，看清楚哦，没有在做100块钱以下的股票，但只有做5到7天。为什么？5到7天是最好赚的，5到7天你看清楚是最好赚的，那也只赚20块到100块哦，只有赚20到100块，这是目前高价 VIP 的做法。你喜欢做高价，你来找我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那我昨天有跟你讲这一档股票，我昨天跟你讲什么？我昨天跟你讲这样叫康控，有无？我今日唔知影，我有跟你讲 I8， 我有跟你讲 I8 防水防水防水。来，我先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一下，康控本身是做什么？康控本身是做精密仪器。那你知道吗？做精密仪器其实最厉害的是我们的股王，叫大力光，它的那个精密度，它为什么可以成为股王？因为精密度是 number one。 那我要告诉投资朋友，那为什么我昨天有讲说康控的股本只有8亿，这家公司的股本只有8亿，8.9亿的股本，但是他花了6亿去做资本支出。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说，在昨天，来再复习一遍，我昨天讲什么？我说他跟美绿，你只要想到美绿你就要想到康控，你想到康控你就要想到美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昨天的字卡，这是昨天的字卡，但是我只有简单带到叫防水。我接下来讲给各位听，我说一家公司的股本只有8.9亿，却花了6亿做资本支出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所谓的资本支出，你的这个金额，资本支出的金额，不可以单纯只有买土地。如果单纯，比方说这个资本支出花的钱只有纯粹去买土地，我告诉各位，这叫五鬼搬运，这种公司不能买不能碰的。但是如果资本支出它是什么？是用在厂房，它建厂房之外，你有看到叫实际的叫什么？叫机器设备。因为你有什么？你有看到厂房又有设备，代表它有新的产能，它有新的东西要做，新的东西要开发，所以它必须要做资本支出。那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连我的富贵者联盟今年也是什么40%的资本支出？那这一档股票叫康控，康控是做什么的？我刚刚强调，它原先是做精密的一个模具，但是各位知道吗？这都有故事的。我昨天也跟你讲过，就是说美绿为什么去私募它7.2亿，私募的价格70块，
何谓私募？私募你有空自己去翻书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讲那么完整。但是私募的对象，他闭锁期股票要锁三年，那为什么美绿要花7.2亿去什么？去跟康空私募？那为什么这个6亿的资本支出？你知道这资本支出太有趣了。这个资本支出，他买的机器设备是跟谁买？是跟美绿买。他跟美绿买机器，准备要做什么？你懂吗？他们合所要做，他们合就是整个要什么？要联手要做什么？做 i 八。好，那我要跟各位强调，如果你有看到新的 i 七，苹果七，它只能够做波面，它只能够波面防水。波面防水在细胶防水那一块是单层的，但是你要在水中拍摄，那我要告诉投资朋友，苹果七它只能够做波面防水，但是苹果八，请你听清楚，不是波面防水，它是可以在水中拍摄。你要在水中拍摄，那你必须要做到不是单层，你不是要做到单层的防水橡胶，你必须要做到两层以上的橡胶。讲到橡胶，口误了哈，橡胶，你就知道我的基本面，其实不是不讲，讲起来有时候会吓到你。那你会说，老师康控，我昨天也帮你看了一下，康控的营收还好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刚刚讲的这6亿的资本支出，它是跟美绿买的机器设备，你知道吗？那 i 八它的订单是谁给的？我昨天也讲过了，美绿是什么？美绿是康控最大的客户，它也是它的什么？其中的一项啊，其中的一个最大的股东。他私募他跟他买机器，那订单美绿的订单会不会直接给康控？懂了吗？懂了吗？那你也不要回答我说，老师现在康控好像没有什么赚钱。来，你回答我，你现在看到的玉金光，你现在看到的玉金光有赚钱吗？有赚钱吗？亏钱。亏钱的公司可以从50块涨到280块，康控本来就有赚钱哦，康控本来就有赚，而且我再偷偷跟你讲哦，康控并不是说无缘无故，而且是由苹果上面的苹果指定美绿，请美绿一定要跟康控去做策略联盟，所以订单会下到哪边？你看到订单是要4月营收、5月营收、6月营收、7月营收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第二季的营收会砰，所以可不可以买？帅不帅？这样做股票叫帅，一清二楚，不含糊不啰嗦，连续3天都是买。余老师正在讲的内容，这边的内容也好，这边的内容也好，如果都是假的，你来公司找我，我等你。错过旧的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些股票是好股票，要怎么买？你来找我，再看一遍。那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想要回馈一些投资朋友，如果真的没有赚到钱没有关系，10个有缘人，那你相信我们的，打来就有，有什么东西你要打我也不能讲，我们法规上我们现在也不能在节目上去讲什么东西，但是我要特别强调，你只要打，你相信我的，你要跟我博感情的，你要跟我博感情的，听得懂台语就打，你要跟我博感情的，要跟我博感情的，你相信我的，那你也很喜欢做高价，你也很喜欢做高价，你也喜欢做这种很短的5到7天，高价没有办法做2-3天啦，高价一定要5到7天啦，低价股你可以做个2-3天，但是高价股没有再做2-3天的，一定要做5到7天。那我们也不要赚太多，我们赚20块到100块，你相信我的，拨电话。中场先休息一下，再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好，喜欢做高价股的，请留意哈，专做100块的来找我哈。你喜欢这种感觉？什么感觉？都免等啦，免等啦，不用等啦，不用等。不用等，而且是每天都带你真的实际操作，每天都有在带你去买的，每天都带你去买的，你喜欢这种感觉？来看清楚，咱来博感情者，什么叫博感情？博感情就是这偌济爸爸，博感情就是这偌济爸爸，而且我只收你一个月
哦，你要两个月我也不要，我只先收你一个月，我让你大赚以后你再来跟我续约没关系，只收你一个月。我刚讲一定要问，请你拨打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走得越远，就越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曾经梦想要拯救世界吗？想改变自己吗？那就朝向世界出发吧。节目现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股票。其实这张股票是富贵者联盟，我当时候讲的位置是在这个区间，在这个箱型的区间。我说它为什么振幅这么小，那我说它有这个新的东西，全球第一大之外它有新增的东西，所以股价呢当时候讲还在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现在突破了哈。那如果没有像我讲的买买买买买，如果不是连续三天买买买，代表于老师说谎，代表将军说谎。所有的会员朋友，不管你是住哪里，住境内住外，所有每一个听清楚哦，所有每一个会员你都可以来公司找我。那如果是真的，那真的就你赚得到啊，那我都有预告啊，这些你都看过啦。那于老师厚不厚道啊？如果你都懒得猜，我也没办法啊，我都给你看了资料啦，我也跟你讲两个数字啊，这个叫五啊，这个叫零啊，你看得懂啊？哎，看不懂啊，看不懂这边没有，还有两个数字啊，你不会把它倒起来哟、哦，你是不要给它倒起来哟、哦。这边有五跟零啊，这边有三跟六，啊五零啊这边三六，啊你是几号？啊那个又没错，我嘛无法多，我无法多，啊你我无法多，啊你我无法多，但是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什么叫是真的？是真的就是我头下讲的，这叫是真的。大刚叫你买，大刚叫你买，大刚叫你买富贵者联盟。那是真的，你大刚买一张，你大刚买一张，你大刚拢买一张，你也在赚偌济，你家己算。啊，这叫啥？这叫啥？这叫啥？你嘛知啊？空空啊！我大刚叫你买，大刚叫你买，大刚叫你买。哦，你啊平大买，平大大刚买，你三刚嘛是24块，哦，27%。啊，你大刚买，大刚买，大刚买，啊，赚济，赚够较济，赚够较济。相信于老师的，来再看一遍哈。我们今天我帮你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拨电话，我帮你一次，我先帮你一次。我要帮你什么？我要帮你什么？你电话拨通，你电话拨通，你喜欢做高价股，你喜欢做高价股的，你今天电话拨通，我先帮你一次，把电话拨通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，趴下；二，掩护；三，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好，喜欢做高价股的，请留意哈，专做100块的来找我哈。你喜欢这种感觉，什么感觉？都免等啦，免等啦，不用等啦，不用等，不用等，而且是每天都带你真的实际操作，每天都有在带你去买的，每天都带你去买的。你喜欢这种感觉？来看清楚，
咱来博感情者，什么叫博感情？博感情就是这偌济爸爸，博感情就是这偌济爸爸，而且我只收你一个月，哦，你要两个月我也不要，我只先收你一个月，我让你大赚以后，你再来跟我续约没关系，只收你一个月，博感情。一定要问，请你拨打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这个世界太可怕了，如果我放弃，邪恶就赢了。哎，宝贝啊，我们赚的钱你都存在哪？银行啊，而且是有家族存款保险，倒了也不用怕安啦。那你知道存款保险最高保额为新台币300万元了吗？我知道啊。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，还有外币存款都纳入保障了。先生，你吃饭跟我说这个干嘛？我是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。50元硬币防伪设计。50元硬币的背面向左、向右各转15度角，中间可以清楚浮现国字50和阿拉伯数字50的字样。硬币的币边还有4段清晰的 NT Dollar 50字样，以正反顺序排列在币边的中间。摸一摸背面下缘，这里有3个清楚的凸点。是提供视障者触摸辨识的盲人点，人人都应该知道如何辨识硬币真伪，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哦。地震真可怕哎！地震别害怕，看我的防震宝典。